什么道理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你那里有听新加坡的福建无？哈哈哈！会啊，感谢主！来，咱来做一个祈祷声哦。上帝天父，满心的感谢你，主啊，这个早起我有这个机会来这个恩典堂来讲道，主啊，这都是我的福气来的。所以主啊，多多的祝福我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锻炼我。圣灵啊，来充满我，我被讲的每一句话，就圣灵来使用，来使用呢，和我讲的话当中，或者兄弟姊妹，你就帮助，你就鼓励，来里面的成长，就话你为了听的人，如爱的人，感谢上帝慈悲，安尼款祈祷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OK， 我今天要讲的条目呢，就是哦，你人就要学习。原谅啦，阿门。我给你这个生命吼，你需要原谅神，你会冤仇人啊，对不？你去伤着你个，你去害着你个人啊，对不？我娘是你丈夫吼，顶摆哦，哇，你身材真苗条吼，哇，伊真爱你啦。你该生两个囝了以后吼，你身材无啥物苗条吼，我伊煞无爱你了吼，去找另外查某，哇，伤着你，特别原谅恁，对啦吼。我听就是，你朋友吼，跟你做生意吼，哇，伊欺骗了你，伤害着你的生意吼，哇，害到你真正惨吼，哇，你生意我煞破产吼，你看特别原谅恁。对啦吼，我们就是越惊钱吼，越惊钱哇！你真正用心的，被关了，伊人长大吼，伊人读书，我读去读大学了以后吼，考完了以后，哇，煞卖爸母了，哇，煞伤着了，特别关了面，当然着啦，上帝要咱人关了啦。但是啊，你因为在你的生命吼，佫有一个人呢，你定着要学习原谅的。你知影这个人是谁无？你家己啦，来就家己讲咧，是我啦，我要原谅家己啦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也是讲吼，你要学习原谅咧，头一个人你要原谅的吼，就是你家己吼。以赛亚书第43章第18节到第19节，上帝话有安尼款讲，耶和华如此讲。你人不要纪念古在时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连第19节讲，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的事。咱最近来读19节来，这两三，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的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无听到顶摆吼，你做到真正做个沙拉的选择。我听到吼，你特别挂跳啦，吼外口乱来，无好好的顾家，害着你的婚姻，害着你的家庭。但是这阵你信了耶稣了，你会知影上帝原谅你了。但是啊，因为更加重要的呢，就是你要要原谅你家己啦。因为咧，阿是讲你无在要原谅你家己吼，你的性命就掉地去倒了。你的生命就为着要无在要进前行啦，你就无在要打进吼，上帝要给你的生命做一件新的事了。阿门。我做牧师哦，我毋是常常拄着你迄款的基督徒吼，无在要原谅家己的。迄款的基督徒无在要原谅家己的吼，伊能常常讲一句话咧，你知影一句话是啥物无？一句话就是阿是讲。啊是讲哦，哎呀，我好好的对待我的丈夫哦，我的丈夫就会离开我，去找别个查甫了嘛。啊是讲，哎呀，啊是讲哦，我无入去这个严丁的赌场哦，我肯定就无入心济了啦。啊是讲。啊是讲咧，我囡仔细汉的时候，我抽出时间来好好的培养伊人吼，今日咱就为阿款叛逆了啦。啊是讲，啊是讲，啊是讲，甲你个人讲，卖定讲一句话，啊是讲，啊是讲吼。
因为你的信仰是常常讲，也是讲，也是讲，你是活在这个后悔的内面呐。哦，你的性命咧，都为着要尽情行了，你连个信仰无在时，哦，你做差来时，你无宽容自己啦，你就无在了大志，上帝要以你的性命做一件新的事嘛。阿门。我今天我乖乖，我的弟兄来吼，我的弟兄起来了没？啊，讲看到真正斯文吼，哇！但是吼，顶摆嘛是真歹个，听，顶摆听跋筊啦。啊，但伊讲但只只只跋筊啦，哦，所以无时间追到 friend， 就够有落魄了嘛。啊，你咱看有先睇开始哦，这里哈。顶感感谢主啦，顶个拜拜吼，伊把落水里嘞。哦，阿利亚，好好听啊，谢谢主，阿门，阿利亚。所以伫这水里内面吼，伊讲哇，顶拜伊袂晓，哦，也袂真拔住。哦，去伤着真正侪人，伤着伊个老母，伤着伊个大姊，哦，伊就伊就伊家拢就真正侪泪嘛，哇，拢来来对接哦，哇，喷擦啊，这项彼项哦，哇，伊个老母啦，伊个大姊哦，就要退伊还这个钱哦，但是讲感谢主啦，即阵咧已经捌耶稣了，伊知影上帝哦原谅了伊个罪，但是讲较重要咧，即阵哦伊会晓原谅家己了。所以我才要站起来啦，阿妹，你做一个新的人了，因为伊原谅家己了，阿妹，来帮我，荣耀归我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就是这原因哦，咱原谅家己是安尼款重要的咧，因为咧，阿公你无在要原谅家己哦，你是常常听家己的罪咧，你是常常责备家己的咧。你是常常看衰家己的咧，安怎我是安款的人？安怎我常常伤害我亲爱的人？安怎我无在了改变咧？我是无用的人啊！我无在了改变，我的性命你看到啥？你看到啦？来，你会激发的咧？你会放落来放去的咧？无在了了啦，所以你的性命会掉地去倒了。你无在要尽情行了，你无在要答应上帝要以你的性命做一件新的事啦。阿门。所以讲是咧，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吼，圣经甲咱讲啊真正清楚咧。如今迄样以基督耶稣来，就无定罪了。阿门。在座想已经信了基督耶稣的人举手。来，家己去甲人讲，上帝无定你的罪了。阿妹，上帝无定你的罪了，无管你顶摆做了偌侪错，偌侪的错，无管你顶摆做的错是偌大，我甲你讲嘛，当你信耶稣的迄个时候，上帝就对你讲，我原谅你的罪了，我定了，我爱了，我不再纪念你的罪了。但是上帝嘛会安尼款甲你讲咧，我爱恁人纪念恁家己的罪，我要恁人咧原谅恁家己，因为我听咧，我爱。阿门！我要恁原谅恁家己，真正重要。我会惊吼，六七个月前，伊做一个撒拉的事，得罪了上帝，伊来甲父母认罪，伊来甲我们讲，伊是做撒拉的。无丢的选择，所以伊讲的时候，伊就点点哭。我甲我太太就来帮我，甲抱起，伊点点哭，讲惊，含想做了已经神经累出来，然后呢，就带领伊来伫上帝面前，我叫伊认罪，伊就对我们做这个祈祷，然后有人为伊祈祷。然后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无听你的罪，我们也是原谅的。但是咧，更加重要的，我做父母，我们做父母，我们带领我们的子来原谅伊家己。我知影这是真正重要的，我子要去原谅家己，伊才有在抬头起来，或者要真正行，行入这个心，行入这个心的心。感谢主，把这个月以后了。这阵哦，
也是一样成长的。阿妹，来一个给我做，阿妹，一直给我改革什么？我念西瓜，我做组长的。阿妹，我准备做外景的这个见证呢，因为我要你人陪我吼，等你人的囝做啥嘛的时候，来到你面前认罪的时候，我要你人安尼困住，哦，给人抱一下，哦。原谅因人，更加重要呢，你就要带领因人来原谅因人家己的。因为咱爸母啊，就咱的囝做啥来的时候啊，咱就该骂哦，死人囝，你都要袂听话啊，别，对不对？袂使，你安尼讲要定落去咯，因人都无在摇头起来，无在要认真行了，对不？啊，像你丈夫哦，有阵时变歹是换巧的啊，哦，即阵袂改啊，即阵来信仰疏了。你若是特别安尼困住，原谅伊人，哦，无伊人一个机会，我才来原谅家己，也头起来，我才重新会开始。阿弥，这真正重要，兄弟，这个想法。等我做错的时候哦。上帝袂离开你嘅，等你悔改的时候，上帝会亲近你嘅。阿门！上帝会找到你去祷去嘅。你还记得龙珠回头的故事无？哦，迄龙珠吼，哇，伊个财产就离开伊个爸，哦，去这个世界就跳了。哦，两个世界跳了以后无偌久哦，伊就一路就开到要破产了啦。恁电脑感谢主啦，伊就悔改。那你这个就是我要互你人看吼，对龙主悔改的时候吼，那咱看吼，上帝安怎来接纳伊啦？阿门。那来看吼，这个龙家福音第十五章。李杂杂，给咱做出来，然后该给免费哦。给咱特别来做阿爸伯，啊，今天做龙珠，我这三比八哦，做龙珠真香，我无物件吃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你看哦，这是现在讲哦，伊龙珠悔改了，免讲转来白一刀，哦，先给我你看讲，伊是起来，往伊白亲。去倒去，远离国家远哦，就是讲龙珠伫真正远的时候，唔是安尼困了嘞，哦，因为这个是真正水地远呐，哦是真正远哦，甚至无条到 SP 倒去，无人知啦，袂安远啦，哈哈哈！哦，等先去讲什么？伊的父亲就看见了，家进来了。兄弟姊妹，哦，安怎吼？这个龙主，伊个伫安尼远的时候吼，白天就看到了，安怎呢？因为吼，等这个龙主离开的白天的时候吼，这个白天已经伫咧等伊倒转来，逐日那伫咧等待，惊电视要转来，转来啊，我伫咧等你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就是咱人上帝天父的心呢。当你做错，你离开上帝，上帝袂离开你的。上帝常常伫到伫等，惊你转来啦，我伫等你，我爱你。当龙主悔改的时候，转来的时候，你看，一看到。伊见转来的时候，伊就动了主心，糟糕，抱着伊的红棍，连连的甲伊亲嘴，甲伊亲嘴，阿妹，看伊边，糟，白心看到龙珠的时候，就甲抱者，哦，甲亲嘴，我问了吼。这个父亲吼，有骂伊个龙，伊个囝有无？讲死人囝，你阵会晓转来了吼？无你来也要转来死人囝有无？无啊，
反倒自己动了主心。阿妹来碰碰音乐标注，这个就是主对咱人的心的，咱人的爸对咱人的心的。当咱人做错的时候，咱人悔改了，上帝就是走到你一道破了，欢迎你倒转来，因为这别的人，因为听你的罪，因为咱的上帝就是安尼款爱咱，咱的上帝就是安尼款疼咱。我想请问我的朋友这个问题吼。上帝疼爱世间的人，但是呢，伊最疼的就是啥？我来看哦，上帝疼爱世间的人，但是伊最疼的呢，就是迄个时候最需要伊的人。阿门。上帝知影的，伫迄个时候哦。伊这个龙柱最需要伊的，伊知影这个龙柱伫伊的生命做起遮侪无对的选择，即阵呢，伊已经悔改了，伊需要上帝天父的原谅、的疼痛、的接纳，所以呢，这个爸就走到伊的囝伊道去，该抱了，来予龙柱呢。领受到伊的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接纳，无条件的原谅。天父要让主感受到伊的爱、伊的疼、伊的原谅，因为天父要让主原谅伊家己。接纳上帝爱，原谅伊家己，搁一摆就先举头起来，真正行，重新开始。阿门，阿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你做错的时候，你莫定你家己的罪，上帝爱你，上帝原谅你。你需要做的，就是来领受上帝对你的爱，领受伊的原谅，领受伊的接纳，然后呢，你原谅你家己，跟对主。踏入这个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做这个新的事，好，你这个新的生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所以从今日起呢，今日就是头一点。所以你的所以你的学习原谅头错人，你的原谅的就是你自己。第二课你的原谅的就是别人，来跟你去讲，你就要原谅别人，来跟你去别人讲，来你就要原谅别人。阿妹，我想问了吼，原谅别人啊，尤其就是你伤到你真正亲密吼，容易无？容易无？无容易对无？哦，你帮助你的丈夫的生理成功，伊的生理成功了以后，哇，伊就离开了。你另外有一个查某，伤到你真正深，容易原谅无？无容易啦。我你莫来想原谅，你想什么？你想报仇呢对无？哦，用小嘴还是假嘴？用情甲是多，伤伊目睭，甲是伤伊心，对不？你想着在那想报仇，你妈老是原谅啦。比如我甲你做生意的，哇，欺骗了你的钱，害着你的生意，容易原谅吗？无容易啦。我大姐你嘛是看不穿，看伊已经互车弄死了未？了了想报仇，妈那有想原谅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是啦，伊去伤到咱人的，尤其是伊伤到咱真正亲的，真正较无原谅。但是咱要知影哦，上帝要你原谅。咱来看这个圣经章，我先用真侪圣经章，但是哦，
为我们这里圣经摘要：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到第六第十五节，耶稣讲的呢，伊讲：你人原谅人的过犯，你人的天父也必原谅你人的过犯。你人无原谅人的过犯，你人的天父也必无原谅你人的过犯。最后一遍，伫这个圣经站哦，上帝唔是叫你人哦，甲迄个伤着你的人做好朋友咧。上帝知影哦，有时是无可能的，迄个伤着你的哦，有时无可能甲人做到当好朋友啦。哦，有时就要用一段时间，才有一个好多顿。但是啊，这个上帝对你人原谅哦，你知安怎无？因为上帝爱你人啊，上帝知影哦，啊，所以无原谅那些伤着你的人哦，最痛苦的就是你，就是你啊，你永不已经离开你了。伊另外有一个家了，伊真正系低了，但是吼、哦，你无原谅，你若是再再一条，哎呦，钱是多，吼、哦，到这个就两三年以后，我是在伫咧想，要安怎报仇？莫安尼看，上帝讲原谅，虽然不容易，吼、哦，你我讲做生意的吼。哦对你做生意的欺骗了你的钱，伤害到你的生意，容易原谅无？不容易，但是上帝必你原谅。阿门。阿门。好，这个回忆，你时代回忆，我听到讲你吼，有淡薄误会，啊，伤到你，无论是背后哦，讲你的歹话，你听到了，哇，伤到你。就要原谅咩？原就要原谅，容易原谅无？不容易。但是上帝要你原谅，因为阿叔无原谅，痛苦的是你嘞。好，你来到教会，你伫这个门的时候，你先看，伊坐伫倒当，伊坐伫迄当，你就坐迄当。吼、哦，伊去放尿的时候，我咧就真急，不卖放。就大喊表情，你们卖空调衣了，也未散会哦，哇，就赶紧离开先，我看他拿着，所有空调衣都夹了，我先离开先。所以啊，你知咧，上帝卖你按关注，上帝要你原谅，因为咧，阿叔你无原谅，痛苦的是你咧。阿门。我的老母吼，一九九十一年伊过身，但是感谢主啦吼，当伊过身的时候，已经信了耶稣了，快帮伊摇摇手。阿妹，我这是神机骑士来的哈，所以我拜有这个机会吼，我来帮伊做一点见证啦。我的老母我真正我耶稣的，你知影无？我咧传耶稣啊，我咧讲呀，别讲傻就对面了。哈哈哈！别讲耶稣呀，别讲傻咧。但是浪费浪费来信仰所的，我讲起来出，因为信仰所以前吼，哦，有时也有到借的，哦，借的时候呢吼，哇，伊就想多等一股债死了，哦，老王现在就赶快嘛，啊，很吊啊，我跟你讲，顶摆啊，我打给土伯我嘞，很吊啊，我跟你哭的，很吊啊。你那是谁啊？那是主啊！哟，那来出尿烧嘞！我那来跟那来亲戚哦，来出不起嘞，喊掉那来亲戚看衰咱啊，喊掉喊掉哦，大头了！你养不来棍哦，我扑出来了！你讲嘞，你时候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是讲那什么？你这个事嘛都。顶个礼拜发生的事嘞，但是哦，这个事已经发生二三十年前了嘞，这就令人丢啊，丢啊！所以你看，伊家人哦，二三十年前害了我的老母的，这阵哦，二三十年后
伊阁是人阁是继续伤着我的老母咧，因为我的老母无在条放，我的老母吼无在条原谅，所以还是上帝的原谅就是这个原因。上帝爱人，伊卖去听人伤着你的人，继续不再伤着你。阿门。阿门。啊，你咱十二月有这个欧美基牧师吼来讲道，伊真实是真正。有本国的牧师，讲道实在真正有本国的。哦，有时我嘛是邀请伊来我教会讲道。我出拜伊来我教会讲道的时候，伊讲伊做这个见证啊。哦，伊讲有这个会友，顶摆这个会友哦，也未信耶稣以前哦，我常常会按苦当，伊按是跋脚的、啉酒的啦、无顾忌的，所以哦，常常要家己的某拖累。有时伊某无理无义哦。哇！伊就拍伊个某咧，骂伊个某咧，哇！伊个某就真正大个伤啦。哦，伊个某哦就出去哦，甲人洗衫咧，礼拜洗衫是用洗衫板个着。哇！所以伊个某哦真昏啦，伊个暗啦，洗衫个时候要照伊暗咧，我勒个死，勒个死，勒个死。真正有一日可以暗到死了。你死硬死了以后哦，哇！伊个无甘愿嘞，哇！伊个妙经哦，叫伊个跳档哦，跳一个哦，问哦，啊！伊硬死了变做啥物？哇！伊个跳档就跳了，不如。跳了以后，哎，有人讲哦，哇！你硬变做家猪啊！所以到处哦，伊特别看到家猪的时候，就变成怪咯，就敢拍伊家猪，我勒个死，我勒个死，我勒个死！伊安尼个死了嘞，哈、啊、哈！伊个无在条管理哦，伊个无在条放咯，通过还是啥？哦，那咱现在最快吼，那咱现在最快是讲吼，时间有在条医治吼，一个疗伤的心，但是这唔是对的。哦，时间咧无裁掉，伊伫创伤的心，着伤的心，我拢在着跌落来啊！我老我老母嘛，伊三十年以后，即着甲伊讲咧，很重啊，很重，我是着伤。时间无裁掉，伊伫着伤的心，马路原谅有裁掉，伊伫着伤的心。阿门。就是这个原因呢，上帝要恁人原谅啊，因为上帝要恁人得到医治啊。阿门。来，让你这边讲，你这边原谅别人啊。阿门。来，旁边要叫出阿门。你那个教会，我们那个教会，好啊，从你来新加坡哦，那欢迎你来蒙古教会，好欢迎哈。阿门。我那里麦克风你到了。OK， 伫我来教会聚会也未结束以前吼，我那会背一个主导文，吼、哦，你若知道，你不了主导文对不？吼、哦，咱人伫天上的被愿人拢尊你的名为神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，如同行伫天上。咱人尽量食物，今日赐予咱人。然后就是说，怜咱人的罪，如同咱人怜了人的罪。来，对，来，他来接能唱。怜咱人的罪，如同咱人怜了人的罪啊！好，所以咱先求上帝来怜下面咱人的罪，咱讲罪。听我问了吼，你这个主导文吼。安怎圣经叫咱人求主赦免咱人的罪，毋是赦免咱人的罪呢？大家容易答案吼、哦，答案就是咧，因着咱人的罪，咱人欠上帝一个咱人无在条行亲的罪，各方面算。因着咱人的罪，咱人无在了平
请咱来向上帝这个借啊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主耶稣特别来到这个世间，为咱来死地十二架顶。耶稣伊顶十二架顶的时候，伊的老尾一句话是啥物？成了，对不？人讲成了，伊的意思就是咧，伊就耶稣顶死地十二架顶，耶稣讲。我已经为你们完全的献身，你们向上帝的祭啦。阿门。哦，所以耶稣在二十二天的时候哦，咱们会使啊，做耶稣，做耶稣。阿门。咱们会使用这句话哦，放在耶稣的身上，完全献身啊。你若来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已经代替你们，献清你们无再要向上帝的这个罪了。阿门。就是这个观念，上帝会使接纳你，会使接受你啦。因为耶稣替你们献清你们向上帝的罪，因为你们是罪人来的。阿门。来，感谢哈利路亚！阿门。免，免咱人一切，如同咱人什么？免了人的罪。来，举起来看，免咱人的罪，如同咱人免了人的罪。有疑问吗？按照上帝称呼那些人哦，伤着咱的那些人，亲像伊人欠咱人一个债，安尼款，安怎呢？因为上帝知影哦，当人害着咱人，当人伤着咱人的时候，咱人会推伊人要跟他们什么算账，对不？那些伤到咱人的人哦，是亲像一人欠咱人一个债安尼款，所以这个圣经在讲，如同咱人免了那些伤到咱人的债。但是今日这边我跟你讲哦，那些伤到你、害到你的人哦，一人永远无再了还清，一人欠一人的债。你的丈夫离开你了，有另外一个家了，伊有在条平清，伊欠你的债无？无在条了，还是讲难讲？伊有去啦，赔你啦，赔偿你啦，怎么办啊？你讲你怎么会爽呢？你嘛是未爽，你嘛是大家在想，小嘴还是大来嘴？你会听伊吗？哇！伊来个讲 sorry 啦吼，伊无超过你吼，伊来讲 sorry 嘛，你计监管，你嘛袂监管。所以咱姊妹，咱就要知影吼，迄条人吼，无在条原谅的，特别是要跟人算账的，伊人的性命是一个真正痛苦的性命的。伊人逐摆吼，伊是常常无喜乐、无平安的，悲切担待。要跟人算账，卖完了的，因那个性命是一个真正痛苦的性命，所以咱一个更加好的选择，更加好的方法呢，就是吼原谅、包容、交付主，教主为你伸冤呐，阿门。来，咱来看这个圣经章，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，亲爱的弟兄。唔爱为家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特别靠我主，求主为你伸冤，卖家己伸冤呐！啊，从你两条条路卖原谅哦，特别特别甲伊个算账哦，上帝会乎你去做你家己的事咧。上帝无在了进入你的环境啊，你的事咯。但是咧，当你和上帝。锻炼的时候，你牛波的时候，哦，圣经有记载讲，主讲，
深淹在我，我必什么报应 ？I'm always from me. It is mine to avenge. I will what? Repay. 我也不打乐了。但是要讲清楚啊，等你交予主哦，求主为你伸冤啊，你莫等一天过抓哦，快一号你完就人已经互吃东西了喂，哈喽，莫你莫做哦，你交予主了咯，主啊，我交予你一礼拜了嘞，叫你为我伸冤哦，爱怪伊莫袂互吃东西。那个是歹心的人哦，但是上帝是亲像咱人哦。上帝就是什么？就是爱啦。上帝做的方法跟咱人做的哦，无相像的。你交予主了，就交予主了，我也要为你伸冤的。但是更加重要一件事，上帝会保护答你的。阿门。阿门。因为你做你有伤的时候哦，上帝伫迄头咧，上帝知影的。有条要重复上帝的时候，离开你的时候，你哪条要伫咧哭伫咧哭的时候，我才讲上帝伫迄头咧，因为上帝爱你咧，上帝知影的，伊会晓安怎保答你的。我叫一个这些弟兄呢，这些传道人来来做这个见证，伫伊的性命哦，感谢主啦，上帝哦。因为伊教我出一万两，将一万块好大滴咧。哎，阿弥陀佛，感谢主。阿牧师讲这个吼，我就了我淡薄的见证一段话讲，就是我古早我到我丈夫吼，因为我丈夫是歹镜头，我是三心婆，所以我俩到伊逐摆相拍相骂咧，吼，无一日无相拍相骂，所以我俩的生活真正惨。但是结果咧，每年佫娶细姨咧，啊，伊佫娶娶查某，安尼我俩家离婚，了伊做我老爸的生意哈。了我老爸之前做个生意真好，离婚啊，了又女娶细，所以我真恨伊啊，我真恨伊，我常常想爱报仇，我常常想爱报仇，离婚了我常常想爱报仇，但是我的心我报仇了，结果是报仇我自己，我但是用水用酒啊麻醉我自己啊，啊到到尾尾我本是食毒啦，烧白粉就到内面进去哦，了我伫脚骨间内面哦，接受耶稣哦，我是。生命肯定要改变啦！我本身拜神拜神啊，要改变啊，是真真真认真接受耶稣，生命得要改变。所以吼，我出来的时阵吼，然后我互上帝啊改变了，我会有爱心了吼。然后我出来的时阵吼，我会早听有甲我讲，讲我个丈夫啊，伊的生活真正惨了，伊中风啊，中风啊。但是吼，我会早听讲，老母啊，咱去看伊好无安尼啦。来感谢主嘞，我已经交予上帝了嘞。来，我吼本场我早见去看伊咯。哦。啊，就是啦，感谢主吼。但是我去看的时阵，我为伊传福音，但是伊骂伊爸爸伊骂，因为伊是祈祷嘛拜神一块的啦吼。但是吼，我本是够啊，有原谅伊，我得着释放。但是感谢主吼，我会出来啊，我会。一生的生命哦，主改变了祝福我。然后你看给家房膜拜嘞，然后以前那时阵啊，家房膜拜了，我出来辛苦十几块嘞。我跪在上帝面前，我上帝，我辛苦十几块，我做好人嘞，膜拜了吗？什么神父无帮助我啦？但是上帝帮助我，我把神讲爱做好人安怎做，上帝一步一步为我开路，帮助我，和我去做工，结果结果到我满满，我出来的人行起来真正有效哇！有怎无效哇嘞？因为我听着听了，我电话就哭了，对我太失望了。但是即阵吼，我有伫做诶同在吼，做物件无常，上帝祝福甲满满，互我第教会服侍，啊，互我啊第担任平安哥，啊第到啊会使啊有一个福建诶教会，互我去到服侍，因为古早第担任平安逐摆也是伊人食摇头丸啊，甲人烧包烧面即款咯，所以我去到见证荣耀主的名，然后第一道传福音，恁感谢主使用我，所以讲主吼，本是爱咱，拄着啥物问题，咱就爱放好交予主，主会一步一步祝福咱，感谢主，阿弥陀佛。
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祝福我们葡萄园了，阿门。伊两个查某囝真好，好顺利嘞，阿门。阿门。真正疼伊，真正爱伊。伊礼拜五照顾到伊个查某囝嘞，我因为五百人出出入入加入咯，但是出出入入因原谅一百咯，上帝大大个葡萄园，好，我就要结束了。好，阿门，来过来帮帮你，要注意注意。咱捌出国个对无？哦，咱出国个时候吼，咱人带哦，如去个即个行李如何？对无？哦，同你带轻个行李吼，哇，你总担一个轻嘛，哦，你行一个轻呐，阿门，比人较轻吼，阿门，感谢主。最爱是咩哦？伊个性命吼，阿是讲你有在条原谅你家己，原谅。你去得罪到你个，伤到你个人哦，哦，你惊个，你伫个对你人生个性命个，哦，你个性命会真正自由个，真正娱乐个，哦，你惊是即个人生个咯，哇，你个重担是真正轻个，你个行较轻，你会成功个啦，阿门。但遐个是欲你会知影无？阿从你莫怨着，你莫怕，你莫怨人去讲，你莫怨人去讲。因为人生的使命呢，你敢那是背这个大的重担啊，和这个大的名利啊，来年呢，往往是你无原谅，你唔敢，你卖放了，你卖原谅，所以卖原谅去靠，卖原谅去靠，因为使命你背这个重担是真正大的，你真正痛苦，你无自由的，你真正忧愁的，你无平安。所以你是要见你，你就要敬神，你要原谅咪，你要包容咪，所以你原谅，你包容，你重担都真正轻，你有喜乐，你有平安，你有自由。阿门。阿所以咪，你心里就未真痛苦。上帝俾你包容，上帝俾你原谅。因为上帝爱你，阿门。所以原谅你自己，原谅别人，阿门。来，我们起来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阿门，哈利。